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渡口，等待渡船。我们这个下一班渡船是1:15，我们来的早了一点。我们进入温哥华之前呢，又改变了一下计划，就在温哥华先不玩了，因为我们在这个温哥华这个岛内啊，看到有两处房子不错，先去看看房子。我们原来卖了我们的房子呢，开着房子世界游啊，就想四海为家，到处都是家，不要房子。这老伴儿觉得像没有根似的，等老了开不动了往哪里去啊，对吧？亲朋好友也很关心啊。那么说我们就打算看看在温华岛那边看看那房子怎么样啊，如果好的话这里买一处根儿，让老伴儿又能够放心的去玩。我们买的票呢，过一次渡口呢是122.5，从这个天桥上过去，那边就是一个就休息的地方。我到那边去看看啊。这个通道休息室的这个有点像坐飞机的通道一样。这个是个停车场啊，有公共汽车，有出租车。也就是说你不开车坐轮渡的话，过来这边就可以坐着公交车或者是出租车。说实话刚从厕所里出来，渡口这个的厕所还真不如各个公园或者野外的厕所打扫的干净。哎，这里有个图腾，坐轮渡它是按分开的，一个人是17块多，然后车是我那车是90，然后再加上其他税啊什么东西费用。他有人过轮渡呢，可以把这个车停到这里坐轮渡过去，因为就省了这个车的轮渡了。这里也算一个小的服务中心。现在让大家看看这个轮渡码头，这里停了大大小小的船不少，在山脚下还有正在建着的建筑物。大家看这个螺旋桨，是由5000磅的纯铜铸造而成的。那是我们的车，我们是来的早点，排第二位。好了啊，我们就要上轮渡了，上船了。到了轮渡船上了，后面的大门已经关上了，我们准备开船了。这个航期呢是2小时，我们可以待在车上，也可以在休息室等。这是旅客休息室，很少。船开得挺稳，没有颠簸的感觉。我现在已经站到船头上来了。这是驾驶舱。这是船长室。上面有卖饮料的，卖小吃的。那边导航都住了一家，风很大。我们现在开始下船了。